这样点一下，然后把那三个字打起来就行了啊。然后王菲现在跟说情况，因为杨夫人她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然后王菲刚才一下子就把这个事情说给杨夫人听了，然后杨夫人她情绪特别的激动，情绪特别的不稳定，然后一进来就跟杨佐说乱七八糟的那些什么的话，就导致现在这个情况了。然后进来了咱们就不要走好不好，家人们，咱们等一下就用这个号直播，然后用这个号直播，然后给你们说里面的情况，行不行？行吧，咱们等一下公屏上不要打那些乱七八糟什么的啊，就打那三个字，黑人不能上视频，对不对？好的家人们，好的我现在才知道，要不然都不知道这个情况。好等一下我跟王菲说这个情况，让不能让什么像煤炭一样的那个人出现在直播间里面，咱们进来就把赞赞点起来，行不行？进来了咱们就把赞点起来，然后把那三个字打起来就行了，你们进来了就不要走了好不好？进来就不要走了。然后今天肯定杨夫人来了，你们也看到了刚才杨夫人这个情绪，这个稀奇啊，谁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对不对家人们？你们谁也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事情，遇到谁的身上，落在谁的头上，谁都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情况，对不对？所以刚才杨夫人情绪也是比较激动的，然后我刚才也在旁边我真的杨夫人要是个男的，要是能把那个杨走给两巴掌那是最好的，但是杨夫人是个女的，所以没办法，所以现在杨夫人的情绪的话真的还得特别的激动，里面都不知道要不要去看一下家人们，要不要去要不要稍稍的去看一下，要不要稍稍的去看一下，我们就在旁边稍稍的看一下行不行？肯定里面是一锅糟了，里面肯定是乱的乱七八糟的，肯定是。我在这里把你们看一下啊，要是进去的话肯定这里很吵的话肯定用那个了。我看一下，哇，你看杨夫人都好像动手了，你看，哇，不是家人们，你们要不要看一下？但是这个直播镜头要是转过去的话，害怕很容易被那个。没事。我们他们说黑人不能进来，他们说。来，现在我们直播间啊，3600多个家人们啊。没事，先让他们扯啊，先让他们扯这个事情啊。我这边不能直播了啊。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咱们现在是4000多个家人们啊，来，现在进来这个直播间的啊，咱们点点赞，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来，咱们4000多个家人们啊，把王菲点点赞，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然后啊，他们现在在里面说这个事情啊，我们直播间我们就不要乱打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字啊。黑人不能入境吗？对，刚才他说。你搜一下平台规则，是不是有这么样的规矩？来，现在我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马上五千个家人们啊，咱们先把王菲啊，先把王菲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来，咱们点赞100万啊，就去看他们啊怎么咱们先不管嘛，不参与他们家里面的这个事情嘛啊，咱们只是把那个事实说给他们听了嘛啊，我们反正不参与他们家里面的这个事情啊，只是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们啊有这么一回事就行了。然后剩下的就看他们怎么弄。我们直播间啊，所有家人们啊，我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先把王菲点点赞，然后直播间公屏上不要乱打其他乱七八糟的字，就打那三个字，正能量三个字。来，然后来，我们直播间点赞到100万了没有？点赞到100万了没有？点赞到100万了，我带你们继续看一下他们现在是什么情况。来，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先帮王菲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然后一会儿
那个关键时刻的时候啊，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们不要忘了点赞，然后公屏上不要忘了打那三个字，好不好？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因为啊，我想着啊，杨总这边他不愿意啊，他不愿意给我活路了，我没有退路了，所以我就想着啊，咱们帮一下那个、啊、外国人不能长时间出境，不然很容易哦，明白明白哦，那个外国人不能在直播间出来的啊，刚才我拿给他看了，所以就不好意思啊，家所以就我这边就被关了，家人们。你先拿着直播，我去就看一下什么。嗯，好的。我让你进来了，你再进来啊，你就先就在外面等着啊。嗯，好的，我就是那我在外面等着啊，但是你不要冲动，王菲。啊，没事。嗯，好，家人们，现在王菲继续了说这个事情了，你们也知道，里面也有外国人啊，不是这个词咱们就不说了，这个词咱们就不说了，里面有别的人，就我们就这么说好不好？里面有别的人，然后，又在里面，说那些都在里面谈这个问题，然后里面是真的进不去，然后等一下要是进去的话都太吵了，等一下就马上就被关小黑屋了，咱们就把赞点一下好不好，咱们就把赞点一下，然后王菲进去的话肯定要说这个情况，把王菲说了之后他会出来的啊，家人们，咱们进来了就咱们把那三个字打一下，把那三个字打一下，我看一下，把那三个字打一下，然后点点赞啊，把点点赞。哦，太凶了，那个杨夫人真的太凶了，你看，家人们，你们看一下杨夫人太凶了，要不然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下啊。啊，夫人，你看张总的，张总的站起来，张总的站起来，张总的站起来。张总的起来了，张总的起来了，劝他们呢，杨夫人真的是太凶了，因为这种情况，发生在谁的身上，谁都接受不了这种情况，对吧，家人们，是不是？这种情况发生在谁的身上，谁都接受不了，所以，你看现在王菲现在跟杨总他们在好好的说还是怎么的，好，反正在那里，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好，家人们，所以说，我们就等王菲说出来了，情况怎么样了？咱们一起等结果，好不好？我们就等王菲哥出来，行不行？家人们，我们一直都在的嘛，对不对？我们都是愿意陪着王菲哥一起，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不管发生什么问题，我们都是一直陪伴着王菲哥的嘛，对不对？家人们，你们愿不愿意一直陪着王菲哥？家人们，愿意的。打两个字愿意好不好，我们就在这里等，我们就等结果好不好，今天杨夫人也来了，杨夫人也来了，然后王菲哥也说了，这个杨总昨天晚上在他自己的别墅里面跟着另外一个人发生这个情况，这个王菲也跟杨夫人说了，杨夫人刚才一提到这句话，你们看到没有，家人们，你们刚才也看到了对吧，杨夫人一提到这个情况，一提到这个事情，杨夫人像是疯了一样，真的就走路都是脚不跟地的，脚不着地的，直接好像都是跑起来那种样子，直接分贝拦都拦不住，直接冲到这杨总办公室里面来了，直接是直接跑到杨总办公室里面来了，现在啊，杨夫人这次真的，杨总这次，家人们，你们觉得杨总这次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你们都猜一下啊！你们觉得王菲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吗？能解决的，公屏上扣个一，我看一下好不好？我们都在这里，哦，不要说哦，对，不能说，那个要说二加一对吧？我们都在这里陪着王菲哥，好不好？愿不愿意都在这里陪着王菲哥？
咱们就其他什么就不要说了，打那三个字，点点赞啊！王峰哥来了，来啊！我们现在直播间是啊，5600啊多个家人们啊，啊，感谢你们啊，那么多人一直还陪着我啊。没事，今天这个事情必须要有个结果才行啊，对不对？啊，我的目的很简单，我的目的就是啊，你看张总他啊，杨总他啊，那么家大业大，我希望他把我啊拉下水的水师还我就行。我就啊，我就不影响他，我就不啊，我也不是那种啊，他过得好，我就那个嫉妒、羡慕、恨的那种人，我只是想把啊属于我的东西拿走而已，家人们。我希望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都一路上都能够一直陪着王菲。来，我们先啊，咱们要处理好这个事情，必须要把事情闹得最大。咱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怕了，对不对？他们什么都有的，他们不想把事情闹大了，咱们不能做第一个先低头的人。直播间家人们，我需要你们，我希望你们在背后支持着我，觉得王菲这么做对的，公屏上打两个字支持。不管啊前方的路再怎么难走，我希望直播间所有家人们都能够在直播间陪着我。我那个号关了没事，我换安姐的号播，安姐的号啊关了没事，我再换小另外一个小号播。不管我在哪里播，我希望我直播间啊所有的非家人都能够在。好，来，咱们一起面对6000人，家人们。吃饭啊，答应我好好的，掉头来直播间啊！不想咋的？你没事，你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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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说，你想怎么的？我告诉你，不要相信这谣言。没事，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公屏上一直把王菲点点点点赞，然后公屏上啊打那三个字啊。你能不能给我解释明白了？你说你能不能解释明白了？你给你解释，你爱信不信，好吧？好吧，不，那你是什么意思你？秦老师，你是什么事？你来了，你什么意思你？啊？我吵出去了，没事。那个，老朋友，那个黑哥，我就叫你黑哥啊，黑哥没事，不影响你坐，你坐。嗯，你会说中国话对不对？会啊。那个，没事的，没事。我问一下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我们一起在做活动。啊？我们和王总在做活动。你跟杨总在做什么？活动。合作。合作，对。哦，合作啊。这个是啥？哦，这个是我们的合作的纸。合同。对。合同啊。对。我看一下可以吗？可以。啊，我是那个杨总的朋友。是的啊，的我和他也是有生意的。哦，对了，跟你说一个事情啊。哦，我劝你不要跟那个杨总合作，因为杨总的话，他人不怎么好，你不知道。以前我也是跟他合作的，他后面啊，我被他啊坑了。不，这个我不相信。我刚认识你，我就对不起我这。你不相信我啊？我不能。你不相信我很正常，没事。这个全是英文，我也看不懂。家人们，你们有没有看得懂英文的？全是英文，我也看不懂。来，我给大家看一下他们这个。真的。他这个我是真的，因为我那个文化不怎么高，而且我对那个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啊英语不怎么会，所以我对这个英文不怎么懂。刚来，我不认识你。哦。啊，好，那个没事，你不用相信我们啊，我们只是好心的提醒你啊。提醒一下你，对，哎。哦，他们签的这个合同我也看不懂。哦，这里啊，这个我看得懂，1000。这个我也看懂了，500，57万，这个我看懂了。是的，你跟我说一下这个什么意思啊？Expensive big hair color, long glove design。这个是我听不懂啊，你什么意思？你中文翻译一下。好，是这个，来，我给你看啊。
啥？是这两个啊，这两个啊、哦，衣服的意思，这两个，对，哦，这两个衣服，这个我，这个是这两个衣服的意思，是不是、啊？对对，我买570美元。美元啊，对，570美元，对，美元是多少钱？美元是怎么算的？好像7.9。哎，直播间家人们啊、哦，570美元是中国的这个人民币的多少钱？我这个不会算，你知道是多少钱吗？好像汇率现在是。我这个比例我不懂，我一比多少？家人们，570美元是多少？4000多。4000多啊？对。哦，就这一件衣服4000多，是不是啊？对对对对，因为他那个那个女生告诉我是很好的，是很好的。There is a lot of things inside， 我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说，但是 there is a lot of things inside like the quality and all。哇，这什么衣服？这个四千多。Part like of this like it's just perfect。他可以，你说了我听不懂。他可以给你介绍一下。你会介绍是不是？你听得懂这个他说的话？我肯定听得懂，这是我们的高级客户 VIP 客户啊 ，VIP 客户啊，对对对对，哇，这个也是大美女一个，私人定制的，都是一些明星同款啊，就是这是富人的奢侈品哦，奢侈品啊，对，富人的奢侈品，贵人的座上宾，基本上这些款都是照着明星的那些同款，然后我们去设定的，然后由我们从意大利请来的这个设计师，你也能够看到从外表，它是一个长毛款，而且它的这个是一个中长款，就是可以皮草，它这个皮草可以护住膝盖、护住腰的，因为冬天冷嘛，很多人就是腰和腿受不了凉。哦，知道了，知道了，因为马上就要冬季了，所以马上就然后天气马上变。所以他们就在合作。它最有特点的是，皮毛一体。你知道什么叫皮毛一体吗？就是它里边可以防风、防雨、防雪，然后外边可以保暖。知道了，知道了。你知道在这两个在加拿大我一个卖多少钱吗？卖多少钱？一个是1000美元，在你们那里是1000美元啊？美元哦，对，美元。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好贵啊！哇，因为我也有钱人的衣服，家人们。对，是这样。昨天带你们去看了那个，家人们，昨天带你们去看了那个有钱人的别墅，今天再带你们看一下这个有钱人的衣服啊，去。哦，这里吊牌。对，上面看这个标牌，我们都是大牌的。嗯。嗯。哇，你摸一下手感是不是跟平常的这个皮草不一样感觉啊？1000美元啊，1050美元，在你们那你就卖1050美元，是不是啊？对对对。那为什么这里只写着570美元呢？因为我也想赚钱，是吧？哦，你也赚差价，对不 对？赚钱啊，一点钱。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是 New Organic Milk Short。Diamond Button Standard Color by Warmth。这个我买1000个。还有这个是那个这里我卖的是385。杨总给你是385美元。美元对，380美元的话也是差不多3000多块钱了啊、哦。不是，是这三个。对、啊、这小的这个是不是、啊？对，是小的。对，小的短款。就是有的女士腿会长一些，她喜欢穿短款，这样身材比例会更好一些。哦，尤其喜欢长款的，来来这是你穿给我看一下，你穿给我看一下。啊，好，来这个穿给我看一下，3000多的这个皮草，这个是不挑人的，男女老少都可以穿啊、无论什么年龄段，而且上身效果特别的好。富婆穿的嘛呀，就是富婆，有钱人才穿得起。你还说不挑人，你去搞个农村人穿一下，他穿得起吗？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一句话啊，哇，就是太漂亮了，看到吗？嗯，哎，这挺好的。那这个在家人们，以后要是我有钱了，我也天天买这些给我妈妈买这些给阿美这些穿了哦，太漂亮了，你看。就是包装，对不对？啊。嗯。人是装什么？太漂亮了，这个衣服。这个在我的国家，我卖的是600。在你的国家，你卖的是600啊？在他那边是600美元，是不是？对对对。600美元的话，69，差不多5000多块钱了。人是衣服，马是鞍嘛，对吧？人这个形象全靠包装的。OK OK， 太狠了，太狠了。
OK， 行，那个没事，咱们人家的东西。